你要去哪了？你觉得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我知道十八十八对我很好，但是他们越对我好，我越觉得自己不像家里的一份。冰留给你吃，可乐给我。以后这个房间呢，就是你的港口。你现在要做的很简单，不要有太多的期待。不管他们发生什么事情，碰到什么危险，都可以躲回来这里。 钟楼爱人台视东升联合献映。Hello， 我是 Nick 周汤豪，请订阅东升创作 YouTube， 请支持钟楼爱人。